歌手张杰与主持人谢娜经历了多年的爱情长跑后，于2011年结婚，两人育有三名女儿，夫妻俩结婚多年，感情依旧十分甜蜜，也经常透过社群晒恩爱，堪称是模范夫妻。本月26日是两人结婚的12周年纪念日，不过夫妻俩因为工作的关系没办法在一起庆祝。张杰透过微博发文表示，结婚12年被称为私婚，寓意感情坚韧、甜蜜永恒，并在文末写道：“继续把杰和娜”，还附上了爱心以及微笑的表情符号，引来不少网友留言祝福。而谢娜出席微博音乐盛典。登台领奖时，拿着奖杯对老公隔空喊话称：“杰哥，我们继续相爱吧！”霸气告白立刻引发热议，网友们纷纷羡慕直呼：“结婚十几年还能这么甜蜜，我又相信爱情了。”